书一百书已经走地球一轮啊！今去订阅分享咱无书一百书的频道，跟着咱的脚步，会记得把小铃铛开开哦。一台车沿一条路行，咱来北往盘山过岭。车迈啊，掺偌济故事，可能开后一站，甘是三地厝。拍一张青春的公车票，予我来做主，有事无事坐巴士。你今仔日来到全台湾啊唯一无下海的南投县，台湾上宽的山玉山，台湾上长的落水溪，台湾公路上宽的所在牛岭，都是对南投县来的啊。所以这个这公车都是要对台湾体育中心出发。玻璃，我来了。第一届啦，我讲这个玻璃车啊，有够老嘞啦。因为我平常拢是搞玻璃的刷，但是我第一届来搞玻璃车啊。其实啊，一般的外国人啊，我台湾的菜市啊，会感觉出乱啊。因为咱外国的菜市啊，拢会红绿啦，所以搞无奥多拜啊。啊，就台湾，这真正有够乱啊！奥多拜甲人啊，做伙说菜市啊，但是嘛是台湾的一个文化啦，所以。我们已经惯习啦，但是有搞乱。来边采小弟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豆苗。哎，台语用哪讲？豆秋。哎，你会讲台语？我听我拢跟你讲台语啊。太好厉害。啊，你这叫做行李，好不好啊？还好啦。会安尼啊？哎喂。哦。刚，我看这足济人啊。哦，如果每一个人拢跟你卖哦。对啊，你也当登记啦，免做啦。对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好，哎，搞啥？好，100块。我要擦机啦。你这菜拢你家己种的？对。哦，你多会种啊？菜不多种。买你滴刷顶啊？刷顶几年？是。哦，你干嘛比嘞？没人陪。啊？美人腿，这是我们部里特产，叫白笋。咖啡笋，对，咖啡笋。霸王，不好吃免治啊！不好吃免治，那有可能啊？那有可能哈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单就吃顿啊。好啦，无啦无啦无啦，啊，大朋友啊。我感觉你足大胆啊！是啊，那有这句，你唔惊？逐工人去拢来吃白吃白哩嘛，拢免治啊！你念台语，你念一遍来我听。不好吃免治啊，吃免治啊。啊，不好吃的无破音字台语你要讲无？那个布袋哦，有破音字，你知无？我听无。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对。你会使念做唔好吃，唔好吃免治。唔好食免治，就是不能，未使食无钱。我那是安尼，我想讲哦，你足大胆，你教下一句啊，哦，这嘛是代表啊，你的百万一定超好食。好食啦，哦。我点气温？好，安尼你食一粒好吧？好，我来得济啦。我那是安尼啊。哦，谢谢啊！哦，我也百万有啥物特别啦？
我食过彰化的肉丸啊，但是玻璃的肉丸真正是第一届。哦，吃起水果嘛呀？来，帅哥。大家牛这是第二。无，这是大骨汤。所以无你免吃。嘿，无你免吃，绝对无你免吃，嘿。啊，这是大骨的去控的。是。嘿，啊，你即摆肉丸家己食完，甲皮食完对无？啊，留一寡酱料，啊，肉油啊，啊，迄个。那个酸辣椒，啊，改成炒的。哦，我想讲，我挂这地瓜啦，我就是这地啊，这不是地，这是炖哦。这是咱这道地的芝麻，特色啦。好，安尼较习俗啦。好，来你们讲下呀啦。这炖有啥物，啥物特别的？这炖有几种？老板娘啊，啊，你讲这炖来这是炖啥物物件？大骨。啊？大骨哦，大骨，我是讲迄有一种比较特别个，叫叉烧鱼。叉烧鱼，你知影啥？是是是，叉烧鱼。哎，好食无？好食个淡子啦。啊，叉烧食个淡子啊？好食个淡子，我讲个淡子啦哦，哪会淡子啊？我跟你做过子，我讲好食个淡子啊，伊讲好食个个爱淡子啊。好。大家你有多少里啊？哦，那准讲免吃啊，我嘛先给你吃啊，因为足特地的，足好吃啊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回这个玻璃彩虹站伫底？我要坐公车，去去山顶。要去哪？我要去南方，南方峡谷啊。哦，安尼，我家己，阿妈家己。哎，一直行多久？行到底了，走。好好。哎，好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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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虾米？你唔知会当做 YouTube 顶管看到我吃虾米？紧甲我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加铃铛哦！播出一百书，紧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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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嘛去啊？好，我你嘛去啊？走走走走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来走来走。